选择您想要的祝福与水晶标贴纸，将祝福与水晶标贴纸离形，将祝福与贴于花器上，撕除离形膜，祝福与花器即完成。测试一下它的牢度，已完全贴合。现在来挑选喜欢的多肉植物，将喜欢的多肉放入盆器内，一个充满祝福心意的多肉盆栽就完成了。